啊，那个叫什么？你先下来。你住这里吗？啊？你住这里吗？没有，我来带人的。带人？啊？带谁？带朋友。朋友，好，那我先来。拜拜。我帮我妹直接说吧。不要跟你想在探索，要我很乐意配合你，你就因为我不让你为难你，你上面不是说要收车，那我就直接给你收了。好啊好啊，我大概你家不要管。好，想再麻烦你。不要紧啊，大哥啊，那个因为是台北通知我们，台北通知咱，所以可能爱麻烦大哥你嘛，对阮回来派出所。光华分局青年路派出所，11月22日3时19分许，接获110通报，台北市万华区青年路168巷一带，指称其友人胡男，94年次，于上述时地遭二男胁迫上车带离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派局追查，经调阅案发现场周边监视器画面，查被害人胡男不明原因遭两男带上自小客车后驶离，赋予湖南手机定位系统，查得动向位处新竹县竹北市中正西路926巷一带。本分局随即通报竹北分局竹北派出所，派员协助拦截，并派员拦下，当场带回嫌疑人陈男76年次及焦男84年次以及被害人胡姓男子等人，寻据成交二男二嫌坦诚因网路留言与被害人产生纠纷，双方商谈赔偿和解金而未果，心生不满而胁迫带离被害人，接续谈论全案讯后，依刑法妨碍自由、恐吓及伤害罪，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遇纠纷可寻求协调机关调解，避免双方情绪激动，继而衍生不当言论、肢体冲突。哎、欸，学长，那个他有定位啦，那个手机上面有东西可以定位。他现在在中立，哎，国道一号上面。哎，就是在这里，案发地是这里，没错。啊，看能不能，嘿，你手机借我。他我这边没办法显示是几 K 哎。对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我看一下。
就半个小时前被带走。希望可能有车号吗？他没有看到车号。让那个我先请所内调监视器。